干什么？干嘛啦？咕噜是吧？好啦，咕噜来啊！哎、欸，全部都是我的粉丝要来签名，可以不要这样吗？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看，滚！你以为啊，他们会双重合击？哎！等一下！啊！不要拿我的签名，走开！滚！他不是很强，光头王是吧？吃我一招！啊，不行了！烦死人了！这就是暑假的力量啊！暑假实在太可怕了，走开啦！暑假实在太可怕了，你们终于见识到这是暑假了，对不对？啊，太恐怖了！我没有办法承受。好，每年都会因为这个暑假，很多 YouTuber 都放弃做那个影片了，因为都被这些小屁孩吓死了。好，还好我顶得住，这些小屁孩不算什么。这些小屁孩不算什么，好不好？我先说，好，我顶得住。真的可以不要这样子好不好？还有一只我看见在那里了，远远的微微到来。贪卵哥是吧？啊，就这样而已。嫩。你还说你不嫩，装一下子弹先，好恐怖哦！不怕七月鬼门开，只怕暑假屁孩来，太可怕了。好了，安全。刚说安全，现在又不安全，这是什么啊？哦，这是什么鬼啊？一直看到你长这个样子，趴在地上。哦，嘿。喂，救啥？救啥？有啥物好救的？干嘛中乐透？看到中乐透很开心，叫一下这样子啊？好啦，我可以理解啊。我靠，又那么大，蟹肉棒，不要乱叫好不好？哎！喂！啊！我要被洗脑，我要被洗脑了。好了，别吵了。好了，可以了吗？够了啊！好，我要走了。真心觉得要离开这鬼地方。快点，快让我上去啊！哦，这又是电梯。我要跟这里说拜拜了。我到底哪时候才可以逃离这个精神病院啊？安安。Dana, you still with me? Dana. You're almost here. I'll be waiting by the shuttle. 穿梭机上等你。太好了。我要去穿梭机，还要读取耶，好慢哦！我们可以这时候准备一下我们的装备，整理一下。啊！这啊！耶！别闹啦！我才在准备中，你就这样子，还有子弹用完，莫名其妙。没关系，哇，这142发，哇！我有这么多这个子弹啊，我都不知道哎、欸，超猛的哎、欸，好漂亮啊！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了，突然觉得豁然开朗啊！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可以离开这鸟不生蛋的鬼地方。好、啊，记录设计图哎、欸，有设计图不剪吗？当然剪啦、啊！啊，补满血了。然后半导体，等一下，这是什么鬼东西？
标枪，这是什么？充满子弹？怎么有我不想要的东西啊？我要捡这个，捡到一个设计图了。然后这里嘞，好都没有，存档存档。OK， 有点荡哦，可能一下子而已吧。我现在看我的速率平均值还是很 OK 的、啊，没关系，这应该是 OK 的 ，OK 啦。哦，我们终于，哎、欸，为什么要抓我？丹娜，统一教徒。Of course you are. Why did I trust you?可以治疗的，但你不断逃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原来是坏人呢。Earthgov won't leave you alone because they're afraid you'll destroy their marker. 害怕会破坏他们的信标。After all, you did build it. 他为什么是我？我记得我把他送回去啊。Well, that's why we brought you here. To build markers for us. To spread glorious convergence. 为了把伟大的聚合传遍银河系。Unbelievable! Just give me the fucking cure and let me go. No, we don't want to cure you, Isaac. We need. 我靠，不想治疗我哎。Just the way it is.Now would you escort Isaac to the shuttle and put him in the station? 你这个贱女人，屁股很翘哦。啊，别以为很翘我就原谅你了。啊，不想让我死，好难过。哦，哦，他居然死了。欸，他们都死了，你也该死了，不要看我，你也得死了，再见，滚。No！哎，有没有什么 QTE 给我按一下？一，快跑！哇，居然啊，我只能说居然啊！哎，啊，那你恭喜你啦！哎，有话好说。哦，卖啦！杰哥不要，杰哥！No！ 啊 ，school 去了。杰哥，你好凶狠哦，你太凶残了，杰哥。讲屁话都得死，没有错。快点，射爆你的手！继续射你的手，我子弹很多，好，射你的弱点就对了。杰哥，不要这样子！啊，要死了！啊！哦，没有，居然没死！啊！男主角是不会死的。我要跑吗？啊啊啊！发生什么事了？What happened？ 哇，这个杰哥好凶猛哦，强悍。这时候呢，我要拿放一发这个给你。然后我赶快先跑，我知道它的用处。兄弟，快点！哎，他又来了，还有地球政府又来了，政府又要干涉我了，快点，请他吃这只怪物啊！完了，没救了。哎！哇！哎，不是吧，在这里要跟我打？哎，我们是同伙的、啊，不要这样杀我。拜托，求求你！啊，被残飞哦，残到哪去我不知道啊。What the fuck？ 甩来甩去真好玩。好、哦，我居然活了，太好了。这个杰哥啊、哦，很可惜没有上到我，太可惜了。
我们来捡东西。哦，那个男的，那个精神病患。哦，干什么？一切都结束了。No, no, no, it's not over. At least not yet. 怎样啊？Isaac, we built it. We can. 我们建造了它，我们要摧毁它。You mean the marker? Do you know where the marker is, Strauss? 竞标。It's in the government sector. Government sector, but we. 政府区。Now, because time is running out for me and for us. Strauss, where you going? 你觉得我们该信任他吗？你觉得我们该信任他吗？刚刚那个女的，那个死贱人就想要害我了，我还要信任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其实跟我一样都是被洗脑，都是有那个信标的那个泄露棒的泄构这样子。哦，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相信他欸，不过以目前来讲，我们也只能相信他啦，因为那个女的已经死了，哦，那个 B 区挂掉了。好吧，我们只能相信那个家伙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去摧毁我们的信标。既然我们创造了它，我们就要把它给摧毁。哦，然后呢，这里有没有啊？有记录点，太好了。章节五，据说有十几章节啊，应该还没那么快就完结，应该是不会这么快。标哪里啊？标这里。这里我是没有来过，没有东西耶。捡一下，捡一下。我来这里捡东西的，别怀疑，免怀疑啦，我来这捡物件的。啊，我要修理玻璃，哇玻璃。啊，若是讲你有无爱的物件，哦，拢跟我讲，啊，我就会修玻璃，换玻璃。啊，是你要换什么拢会使？我们捡回收的有没有？没有资源回收厂。What the fuck？ 凶哦，凶哦！我想走这里。我有不祥的预感，非常不祥。欸，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了。就是你熊熊，很高兴认识你熊熊。好，他死了，让他熊熊跟你相伴吧。你也死了，好不？都挂了，都挂了，没什么好说的了，通通都挂点了。OK， 这里下面都没。好，这里有东西。捡一捡，捡一捡，不要浪费了，不要浪费哈，能捡都捡，千万不要浪费，这么好的东西千万不要浪费。好，没了，撤退。什么声音？我要走了，我不管你了。这什么鬼声音？吓死谁啊？啊？他们就很害怕我们了。我想起来了，他把我们带到机器里面。I don't remember any sessions. You're lucky you don't remember. When you do, he starts coming back. Who? Who comes back? 别光想看，光听无。Look at you. You've grown up so much. What are you doing? Strauss, don't follow. He's not really there. 他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会让我们产生对死去的人有一种眷恋。然后呢，进而把我们给杀掉，这样子。哦，这是信标的一个特殊能力啊。好，我们快上去。晚餐吃什么？晚餐还没有吃啊。为什么不拍你的脸？嗯，哎，这个是活的。哎，没有，误会了。那个才是活的。All surviving squads are ordered to fall back. Repeat, fall back. 闭嘴。哦，因为之前有开视讯的时候，就有人说我的那个头像会挡到字幕啊，所以我就想说算了，我就把头像拿下来了。哦，我也是没办法，千百个不愿意啊。你们看一下这个哈，各位看一下这个长廊，不用想知道一定有鬼嘛，
以我多年来的经验啊，一定有什么事发生，所以呢，冲啊！好，先冲再说。好啦，对啦，很想要探索，可是，好，还是开始捡一下好了。我看到东西发亮就想捡。好，捡了。哎、欸，什么事都没发生哎、欸。啊，我错了，好像发生什么事。阿布伊，阿布伊，阿布伊，阿布伊来这下冲下。我靠！你身上多这么多这个东西，哎嘿嘿，没有你，别这样子，别这样子，别这样子。啊！等一下，啊！等一下，干嘛啦？把门锁起来，你还跳进来？就跟你讲。被 gank 了啊！早知道把门锁起来，超讨厌。还好他不会靠近你。哎，你哪时候来的？你东西好像太多了。啊！这是会死吗？啊！好，还好没事，撑过去了。这些虫也很烦。哎呦，哎，还没死啊！哎，我快要挂了、啊，我没有补血，我快死了。那被 gank 就算了，然后还来一群怪物，超烦的、欸。啊，你妹哦！明明就是男的，我妹有事吗？声音像女生的男生，好不好？他连国小都还没念呢，这边锁住了，我觉得我这样要死掉了。子弹不够，看我们要怎么去把这清掉啊？这干嘛的？脉冲子弹，办设计图，我们好多设计图啊。线性枪要不要装备一下？算了，丢掉好了。哎、欸，我们这个好多、哦，丢一个，丢两个好了，实在是太多了，都有点看不下去了。是往这里走，我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什么东西都会蹦蹦蹦啊！不要那边吓人、哦。我们兜了好多东西哦。可是这都是要买、欸，然后这设计图就还是要买，10000块。这是什么？冲脉步枪？哎、欸，这冲脉步枪已经开始有那种能力的那一种、欸，哎，射速加5，步攻击模式伤害加5%，装填时间减10%，朝你的目标发射一颗榴弹。朝目标发射榴弹，朝你的目标，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进行自动弹幕射击，按左键发射全自动能量弹幕。我怎么觉得有点模棱两可啊？所以说我要哪一颗好呢？装弹时间比较高的这个好了。啊，武器满了，不哭。我们把那个很烂的那一个钉枪给换下来好了，敏捷型钉枪。不要，我不要把它卖掉，我把它放到那个原本的那个位置，然后我们拿这一颗，啊，好，把这颗带走，然后呢，我来看一下，这可以卖掉了，我不要再看见钉枪出现了，好不好？全部都卖光光，然后再来什么？这要有36000，要不要买个节点之类的、啊？鬼雷盒什么、啊？好，都买，买都买，都可以买，都可以买，都可以买。然后呢，再买两个节点，
好了，破产了，补一下。哎，我刚刚是不是有那半导体没有卖掉，对不对？啊，还是我已经卖了哦，我把半导体卖掉了。OK，OK。我们有这一把，抱歉，我浪费子弹了。没锁住，那这个嘞？线性枪，好，有了，我们有冲麦枪了。按下空白键是什么？哎，空哦，帅哦，这个。这个还蛮猛的，我喜欢，我喜欢这一把，这一把有点类似像自动步枪那种感觉。托比昂的枪被丢掉了，没有啦，放到仓库而已啦。What the hell？ 这个会自爆？那是虾米挖锅？怎么又多了一个神秘的鬼东西？我都不知道啦。哦，还要负责把这个射掉就对了。啊，你说是不是？只有我听到奇怪的声音吗？哦，这个啊，是哦，我丢！啊，有了有了有了，轻轻一碰就会暴毙的那一种。好危险哦！这边有一个，哎，花海盆，花海盆，各种弹跳弹呢。哦，听这个声音超悦耳的，啊死！看一下哦。我觉得我们要把生命提升啊，这样子会好一点。我们现在五个节点，一二三四，哇，也没有办法提升到生命值。我看一下哦，巨能枪其实也蛮强的，说真的，冲麦也不错，好难选哦。我觉得我们这个等离子先升满升好了，我们来玩一下等离子。升满升好，哦，我们这把已经有点过于强大了，啊死！不过呢，那把没有子弹就等同于废物啊。哦，你看一次可以一次已经30发子弹了，可装填30发子弹，不错不错。哎，按错了，现在是章节6。我这边就需要一个节点，完了，我刚把节点用完了，尴尬了啊！算了，里面应该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啊。是怎样？无重力地区又开始了，接下来是一个无重力地区，往这边走。哦，有东西可以捡，子弹 ，perfect。手动关闭氧气来灭火。氧气输到正常的轨道。所以说我们要再找一个电池这样子。是拔掉的意思吗？好，那我拔掉放这里，两个都拔掉会怎样？两个都拔掉也没事啊。生命必要供给，确保冲击的空气。我现在这里是过不去欸。这里的门也没有那个类似电池的开关之类的。这上面啊。对，是不是也是一个？哦，这边也是一个啊。
可是这边也一个，那是直接这样子的话是有三个，是三个都要拔掉的意思啊。我们来把三个都拔掉看看好了。我们三个都把它拔掉，我们尽量丢近一点。三个把它拔掉，这也拔掉。好了 ，OK， 可以了。哦，现在没有氧气哦，赶快！哎，在哪里啊？等一下，这里怎么会有这鬼东西？怎么会有？怎么会有？等一下，还好我看到了，赶快让我进去。这又是哪里？哦，有了有了有了！哦，太好了！电源故障，请更换电池。What the hell？ 这意思是叫我回去吗？哇，我要回去哦？不是吧？我必须回去耶！我最讨厌回去这种事了，你知道吗？快点快点快点，拿一个电池！快点快点快点，早知道拿一个电池。进来，杜瑞，啊，有了，有了，有了，好，我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太好了，啊，开门啊，哎，哎，鞭尸时间，我擦死你哦，躲在里面很会哈，你这个变态狂。滚！你这该死的变态狂 ！Isaac, the steps. He wants me to follow the steps. Step one. 爬进黑暗的机器要干嘛？他要我到黑暗的机器里去，我不能去。他在那，他正在那等着我。Strauss, listen to me. You need to keep moving. Can you get to the train? Can you do that? He's coming. Can't talk. 他来了，谁？狼来了吗？哇，翘臀，超美翘臀，又有记录点了，这边又有一个节点了，开心，存个档再说，转角遇变态，啊死，哦。冲啊！我什么都不怕。这是什么？鬼雷？这是类似手雷的意思吗？类似手雷这样子。我以为那会动嘞、欸。等一下，结果东西突然跳下来吧，我猜。吓死我了！大哥，可以停止这个吗？别闹了哦！看到你的小龟头还跑，这是坏东西啊！跑嘞！这边露出一个 ，no！No！ 啊！被撞飞了，还有一只，等你。哎，坏东西！哎，干什么？有种正面上我啊！等你很久了，我告诉你。啊，没子弹！啊！哎，要死了！啊，完了，这是要狙的概念吗？打啦，打啦！我看不到，不，我的手，啊，啊是 ，GG 了，我死了，哈哈哈哈，啊，烂游戏，要死哦，去了，算了，
我觉得时间也不早了吧，我看一下现在几点啊？九点多左右了，我觉得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不好？好，我们下次再继续把这款游戏玩完。